Zombie outbreak.收看僵尸屌频道，我是江江。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僵尸的模组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荒野小地上面，不晓得会不会遇到僵尸哎？我们来晃一下看看。哎呦呦呦呦！等，有一只走过来了。Hey you, really？ 就把它干掉。这个模组做的也太细了吧，几乎简直是完美啊！哇，地上都长满了草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一只走过来了。You're really making my skin crawl。哦，看这个，这为什么会在这边啊？是因为大卡车翻覆的关系吗？哇塞！等一下，我要先获得一些物资。因为我刚刚在找这个地图，然后。跑了很大一圈，然后我的那个饥饿度跟口渴的都已经快过半了。是什么？是敌人吗？对耶！我要换那个消音器的枪，这样避免吸引到更多僵尸。前面有蓝色点点，哦，有点距离耶。我们要先想办法过去。趁他没发现我的时候，把他干掉。啊，那个空投物资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过有人质可以，哎，是过不去。因为他的地图就是这一条街，这一整条街，所以如果超过的话就没有。这么的可怕吧？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先去找生存者好了。不介意我开车吧？开车好像比较快。哎，旁边有僵尸！哎，离我远点！哎呦，这边有僵尸。晚上还是开车好了，一个人走路还蛮可怕的。哇！啊！撞到墙壁了。我撞到谁啊？还好他没有死啊。不要射啊！僵尸那么多，要射什么？加入，快点！快点加入我！要射我的车！哇，你们打僵尸打太多了吧？前面一群呢、欸。加入我！不要射了，打不完的。快点走！哎，那另外一只嘞？另外一个。我太多僵尸了、啊。来帮你一下。哎，另外一个还没上车、啊。哦不，赶快爬起来，快点！
老神在在，慢慢走就对了。挣脱了。Don't mess with me. 看一下那个地图，想再回去那个地图看看。我的路也太烂了吧！哦，沿路都僵尸。Manuel, had enough of you. 哦，被树挡住了，看不到了啦。我这真的是寸步难行啊！哇，我怎么突然多了一堆车啊？刚才不是没有车。僵尸真的很多哎、欸，应该是要爆了，离他远一点。我来帮忙他好了，一个人射好像不够力。占领那个找个基地吧，把东西存起来。哦，车子爆了。等，有个人在后面。我是不是要少个队友？哦，哇塞！算了，我们今天打不赢他们，我们先上车。哦，我真的少一个队友。看一下这个商店好了。啊，那个人死在车上。有人中弹了吗？他怎样啊？他该不会尸变吧？他，靠，他已经挂在上面了。没人帮我开车，对吧？没人帮我射机枪了。我们要先去这个 store， 然后补给一下物资，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做个小基地。Corporate Stooge。上面盖个基地应该还 OK 啦，但是要怎么上去啊？我们先下来好了，但是有僵尸靠近我们了，我们先那个搜刮物资。我不晓得这个物资会不会重生啊，不过我之后应该会盖个钢哨在这边，这样子我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我刚才看到地上有小强跑过去。Campfire， 我现在还不能盖那个 tent， 有啊，可是我现在不能用。他现在锁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有敌人靠近我们了。
们先把敌人干掉好了，因为他们一直开枪会吸引到很多僵尸靠近我们。反正他们现在遭受攻击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面可不可以上去啊？没有楼梯可以上去啊！有看到了这边。赶快上来吧！哦，别告诉我你不会爬，你不会爬就好笑了。不管你了，我自己生存了。我先做个炉火生火的地方，这样子我可以在这边休息。放哪边好？放这里好了。啊！靠，太近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太瞎了吧！我现在获得了一些物资，我可以。先充饥好了。我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。Package food， 吃东西，将我体力恢复了。然后附近有僵尸然后我的队友上不来啊，所以这个位置不好，这个位置可能就顶多让我躲一下而已。那我可能还是需要盖一些地方。盖一些栏杆什么的。哇，这样盖。哦，僵尸超怪。哇，他们可以穿墙这个位置真的不太好。我们继续走到下个地点。这个地点可能要等我们人多的时候再去好了。我们先去这里去搜刮物资。他是上来了没有？他挂了啦！我好不容易找到四个人，就都死掉了。完全没有看到路就直接跑进去，忘记他已经被封路了，绕过去好了。那里还是晚上再，白天再去好了，晚上太可怕了。下一个据点有点距离话说我刚才忘了把炉火搬走了，这样我们接下来要另外再做个新的。
个路也太烂了。啊！不要翻车了。哎、欸。这个僵尸模组如果有灯的话，其实不太合理的。可是如果太暗的话，又看不到路，还真的蛮难抉择的说。OK， 我们快到第二个物资的地方了，我们先搜刮一下物资。这边僵尸应该比较少。看来只能一个人走了。应该没得拿吧？还有吗？甜甜圈可以拿吗？不行。这个水果可以拿吗？看起来快天亮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？这个楼上可以住人吗？哎、欸，有楼梯耶，我上去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看一下我的夕阳，不然那个日出。然后看地上一堆僵尸在走路，这个时候还有火车，真的假的？这样真的不太合理。我先存档好了。看一下这附近可以干嘛。我先吃个东西，然后可以盖什么东西啊 ？Tent， yes， 可以盖个 tent， 然后按住 ，OK， 盖好了，盖好了 ，yes， 可以休息一下。啊，附近有敌人，红色点点都是敌人，要先把它干掉才可以睡觉，真的很好。好，那我先把敌人干掉。我的车也是怎样？每个都在那边晃。真打不到人。天亮了，不用睡了啦。是不是还一直在下面？红色点点在下面，看不到人了。还有，还有一只吗？我这里看到头了，这里应该有一个，太好太好，还剩最后一只，躲在附近我看不到它、啊。Yes， 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了。